那那家里那已经有工作，回来就可以。你叫啥工作？哎，还不能不叫。可以给一点醋，哎，小家伙了，抢我筷子了。嘿，那看那看，那看那看，抢我这筷子有味道呢，做生意。干啥不想你啊？哎呦，抢俺们的筷子了。哎呦，干好吃！哎呦，好了，吃完了。女的有了，人家不要生随便吃。好，进来啊，进来。我俺们准备好吃。哎呦，来，大家吃一下。